玛利亚越来越接近，大家应该很关心到底要不要上班跟上课。接着来提供全台最新停班停课的资讯，包括了现在有基隆市、跟台北市、新北市，还有桃园市，以及新竹县市，以还有苗栗县，在今天下午4点呢是停班停课，而桃园市复兴区呢则是中午12点呢停班停课。另外，东台湾的宜兰县呢则是在下午3点停班停课。以上资讯是提供观众朋友参考。